我的瓜又回来了，我们的江陵玉宇麒麟商旅房车啊，来，我来做个顺水人情啊，168000块，帮客户寄售的啊，有没有喜欢的来抽烟抽烟？江陵玉宇麒麟啊，新车到家直接就不洗不擦了啊，就亮搞，带星空顶四座商旅啊，2.0T 加 6AT 汽油自动挡。哎，我也懒得去打扮了啊，反正你就看168带走啊。厕所、厨房、冰箱、空调，600里电，3000逆变器和100多升的水箱，航空座椅啊，4座，主副驾驶可以旋转。车长5.8米，车高2.8米，车宽2.2米。蓝牌 C 照没有报废期，然后呢，节假日免费 ，C 照就可以开啊。因为是寄售的车，所以要回家准备一下啊，洗洗擦擦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在这里呢，我就不给你搞了啊，价格是真香，挣一分钱是孙子，直接就来。车主估计也在看啊，来，看看看看看看，汽油自动挡啊，然后前置前驱 6AT， 主副驾驶可以旋转，加两个航空座椅，加一个折叠的桌板，下面是酒柜啊。整车呢是软包，这种科技布，毛毛愣愣的这些是星空底，晚上一开非常漂亮啊。现在呢是没有电，微波炉在上面，这是一个煮茶机，然后冰箱，7.2度电啊，7.2度电，200多的太阳能板，3000逆变器和100多升的水枪。整车呢是福克特的高光面板啊，来看看看看，带大天窗，带电视机啊，然后特别好开，来看我手势啊，搞。我的瓜又回来了，我们的江陵玉宇麒麟商旅房车啊，来，我来做个顺水人情啊，168000块，帮客户寄售的啊，有没有喜欢的来抽烟抽烟？江陵玉宇麒麟啊，新车到家直接就不洗不擦了啊，就亮搞，带星空顶四座商旅啊，2.0T 加 6AT 汽油自动挡。哎，我也懒得去打扮了啊，反正你就看168带走啊。厕所、厨房、冰箱、空调，600里电，3000逆变器和100多升的水箱，航空座椅啊，4座，主副驾驶可以旋转。车长5.8米，车高2.8米，车宽2.2米。蓝牌 C 照没有报废期，然后呢，节假日免费 ，C 照就可以开啊。因为是寄售的车，所以要回家准备一下啊，洗洗擦擦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在这里呢，我就不给你搞了啊，价格是真香，挣一分钱是孙子，直接就来。车主估计也在看啊，来，看看看看看看，汽油自动挡啊，然后前置前驱 6AT， 主副驾驶可以旋转，加两个航空座椅，加一个折叠的桌板，下面是酒柜啊。整车呢是软包，这种科技布，毛毛愣愣的这些是星空底，晚上一开非常漂亮啊。现在呢是没有电，微波炉在上面，这是一个煮茶机，然后冰箱，7.2度电啊，7.2度电，200多的太阳能板，3000逆变器和100多升的水枪。整车呢是福克特的高光面板啊，来看看看看，带大天窗，带电视机啊，然后特别好开，来看我手势啊，搞。